新竹县竹东镇过去是台湾的林业非常重要的所在，市区内的观光宿舍是被见证迄时的好光景。林业署把宿舍修复，找老观光来讲过去的故事，也举办展览，让大家知影这段历史。像这个就是在木头，从清泉哦。那个土城那边再到竹东，老湾港讲历史，过去的场景就那亲像伫眼前。今年92岁陈英林，民国86年退休，对林木桥时代就住伫遮。伊讲过去竹东林场店遮，林业对当地发展有真大意义。竹东林场在这里的吼，啊，变成很多木材商都要到这里来采购木头，啊，游客。有些想要去山上玩，也要到竹东来集中。所以竹东当年大概民国50多年的时候很热闹。那时候木材，竹东的木材呢又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北部的气候啊非常的好，所以木材的品质也相当好。新竹县竹东镇过去是台湾林业的重要乡镇。后来时代改变，林业渐渐稀微，员工宿舍把旁分去。最近这几年，林业署开始进行修复工程，除了修理建筑物，也访问老员工进行历史访谈。是集结了过去史料的调查，口述的历史，那还有一些建筑上面的一些修复的一些历程所收集出来的照片跟资料，我们透过展览的方式把它转译成一般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透过老员工讲故事，林业署希望把竹东林场的黄金时代记录下来。说下来，会结合过去的资料，做出电子册，希望把过去珍贵的林业变迁历史保存下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